吃了。我要断气了，我不行，我等会儿必须要吃点东西了，我要去拿着零食，我要吃零食了，我饿了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能吃，吃了你的减肥之路就毁了，好不容易瘦下来，不能吃。我要喝很多水，然后把我的胃给撑大。我不饿，我一点都不饿。那些那些薯条、鸡腿、炸鸡都是最难吃的东西，我怎么可能吃？我怎么喜欢会吃那些东西呢？不可能，白水才是最好喝的东西，才是最好吃的。你可以嚼白水呀，你把白水喝到嘴里，你可以嚼一嚼啊，就感觉啊，好鲜美，这种味道，这种大自然的味道，纯净的味道，这才是最好吃的。老邢，咱俩这是闹呗，滚！老邢说啥呢？这不是清汤面，这不是清汤面，这能是啥呢？这是鳝丝面，这是鳝丝面。哪来的鳝丝？就是。小咸菜，这不是小咸菜，这是溜肥肠，这是溜肥肠。嗯，这谁溜的肥肠？咋这么咸，还这么脆？那些那些薯条、鸡腿儿。炸鸡。都是最难吃的东西。微笑或沉默都是美好的事情。你是不是爱情？干嘛？我就蹭蹭不进去。我们是绿色直播间。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凌晨飘雨，我在北方的寒冬里分头蹦迪。天黑之前来得及，我仰望了你的眼睛，手一走手走不完一场梦。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凌晨飘雨，我在北方的寒冬里分头蹦迪。如果天走秀走不完。